家人们，不好意思啊，因为孩子这两天感冒发烧，一直在打点滴，所以我没心情直播。从今天开始，每晚8点准时直播啊，不见不散，谢谢。拔个土豆蒜，配个小毛葱。土豆蒜啊，好几天不吃，不好意思啊，好久不吃了。我就剩了20%。